過年嘅指定動作當然就唔少得要行下年宵啦，不過傳統嘅年宵市場有太陽有怕曬，落雨又怕揼親我，不如試一下室內嘅年宵市場啦。行啦，我祝你蝦餃覆面，真係，收啊，呢個正啊，好似咧飛鏢咁樣咧，諗住你個敵人，跟住。 中咗就唔使做，我就梗系要八个猪头，凭穷急救箱。我需要喎，点算咧？咁急救噶？有四样嘢咯，金银罩，有手枕，有金牛面帽纸，同埋有一百多万嘅。除咗一啲好意头嘅产品之外，行年宵一定唔少得各式各样嘅花卉，同埋传统嘅中国食品嘅，仲有大师傅喺你面前表演。 绝对系够晒娱乐性啊！同大家去咗咁多地方，相信大家新年都唔使怕冇节目啦！喺度祝大家金牛满屋，牛马精神，牛精虎猛，总之就咩都好啦～